男人只是拿起锄头挥了一下，就吓得万天神魔连跑带爬滚出了三百里外。可直到三分钟前，他还只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凡人。原来为了给自己的拜把子兄弟解除尸毒，叶凡孤身一人来到青青草原寻找解毒草药。可也就是这样，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神仙姐姐，斩妖除魔，好不威风。可他们并不是那邪魔的对手，转瞬间就只剩下一人还完好无损。邪魔乘胜追击，又立马追了上去。女人哭着拿出了师傅给她的保命底牌，进而成功逃脱了邪魔的追杀。这可把毫无修为的叶凡吓坏了。 只能拿着一节木棍匍匐的在地上爬来爬去，要不是为了给兄弟寻找可以解除尸毒的草药，他才不来这大龙山呢、啊。原来叶凡三年前因为车祸穿越到此，可他并没有获得所谓的金手指，就连修仙资质都是奢望。要不是被一个药铺老头收留，估计现在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。可现在他却遇上了三年来最大的危机，被一只超大的毒蜘蛛给当做了饭后甜点，最终他失足跌落了悬崖，他一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。为什么我会这么倒霉？可他跌落万米悬崖却意外的活了下来。 还碰上了能解世间一切剧毒的山达曼陀罗，叶凡立马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锄头，有了它就能压制徐大富的尸毒了。突然，一道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原来是一个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身后。叶凡慌张的质问他到底是什么人，女人笑嘻嘻的褪去了衣服，露出了胸前的两朵小红花。小哥哥，你闯进人家家里还问人家是谁，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？看着面前的美人。 叶凡突然觉得他说的很对，就在这时，女人突然吐出了蛇信子，接着就变成了丑陋无比的大怪物。害怕的叶凡下意识拿起锄头砸了上去。我操，我居然成功了！可这也成功惹怒了蛇妖，威胁叶凡乖乖让自己吃掉。说着就张开了巨口扑向了叶凡。生死之间，一颗巨大的骷髅头出现在他的眼前，扑哧一下就消灭了蛇妖。楚无双，你再躲着不出来，我就将这片山林全部摧毁。说着再次朝悬崖深处发起了攻击。这一次叶凡没有再幸运的躲过去，反而是被烈火吞噬。临死前他流下了不甘的泪水。可就是这时。 他最期待的声音却响了起来，三年，三年了，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？紧接着，一个粉头发小萝莉蹦了出来，上来就给他发放了九百九十九亿年的修为。叶凡瞪大了双眼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要是有这么多修为，我岂不是无敌了？他好奇的询问小萝莉，现在的自己能不能一拳打爆修仙界？小萝莉有些好笑的看了他一眼，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，留下一句你好自为之就彻底消失。就在他还在懵逼的时候，空中突然飞来一个女人。 哐哧一下砸在了他的小腹，叶凡摸着脑袋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，还没来得及装逼，就先挨了一炮。可当他看清怀中的美人，顿时都不淡定起来。家人们，这福利还请再来一点。作为三好青年的他，并没有做出什么下流行为，而是摇晃着仙女姐姐,姐的肩膀，试图让她醒来。看着面前的凡人女人，有些失望的叹了口气，但最终还是交给了她一个任务。叶凡误以为仙女姐姐想跟他生个孩子，呼吸也跟着变得急促起来。可没想到仙女姐姐却只是拿出了一道符箓，这是挪移符，一会我送你出去，你去天武城。可他话还没说完。 挪移符就直接炸成了碎片。楚无双终于找到你了。叶凡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到了来人，居然是刚刚那个差点害死他的骷髅头。霎时间，绿色的火焰再次将他淹没。虽然没对他造成什么伤害，却烧毁了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山达曼陀罗。我操！我吃了这么多苦，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贝，你就这么给我毁了？被抓住的楚无双却还在放着狠话：“我师父知道了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”石龙不屑一笑：“你以为那老家伙真的敢得罪我们狮驼教吗？”紧接着伸出利爪朝楚无双抓去。这时叶凡突然冲他喊了一声：“刚刚在空中发招烧,烧毁山林的家伙就是你了。 石龙气得肺都要炸了，区区一个凡人也敢质问我？叶凡突然笑了起来，随即直接解放了所有修为，恐怖的气浪瞬间吓傻了二人。霎时间，天地变色，整个世界都仿佛被无尽的恐怖包围。什么鬼？他刚刚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呢、啊！石龙被这股灵压吓得扑通一声跪了下去，眼睁睁看着那个比自己更像恶魔的恶魔朝自己走来。你你你，别过来了！我已经开辟肉身三大命权半步金丹，体弱金刚。可还没等他说完。 一锄头就挥了上来，扑哧一下，他的脑袋瞬间飞了出去。临死前，石龙都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叶凡只是挥出了一剑，整座大陆就被劈成了两半。楚无双却是一脸懵逼，他真的只是个凡人吗？叶凡一步步走到石龙面前，原来他通过唯一的保命秘法，才得以在刚刚毁天灭地的一击中活了下来。可叶凡却根本不打算惯着他。 抬手又是一锄挥出，咔嚓一下，石龙再次被劈成了两半。斩击所过之处，竟是一片荒芜，沿路的高山瞬间被劈成了两半。此番石龙才终于气绝丧命。叶凡收起了锄头，留给楚无双一个无限遐想的背影。天啊，这到底需要何等修为？ 才能挥出如此毁天灭地的一刀啊！叶凡低头看向了手中的锄头，这九百九十九亿年的修为实在太爽了。突然，小萝莉从时空乱流中跳了出来，酷吃一刀斩在了叶凡的后背，这一刀直接斩去了他六十六年的寿命。你特么疯了！我是你的主人，你砍我干毛！我特么现在就只有六年寿命可活了。九九眨巴着大眼睛，一脸无辜的看着叶凡。我之前提醒过你，使用超越肉身的修为力量可是会有后果的。 如果我死的话，你也会跟着一起完蛋的吧？所以你砍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九九舔舐着嘴唇，丝毫不在意叶凡的恐吓。谁跟你说你死了我就会完蛋？人生如白驹过隙，我会陪你走到生命的终点的。叶凡无能狂怒的在原地大吼，可却得不到一点回应。楚无双看着奇怪的叶凡。 赶紧答谢了叶凡的救命之恩，然而叶凡根本没有心思去想这些，现在的他只想给自己增加增加寿元。楚无双还以为是叶凡不满意他这个回答，不舍得看向了怀中宝剑。无双愿意将他献给前辈，谁知叶凡连看都没看就拒绝了。也对，前辈如此通天手段，这等一宝又怎能入得了前辈的法眼？就在他这么想着的同时，叶凡一把抓过了他的俏脸：“你有没有可以增加寿元的丹药？”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也让楚无双有些害羞，不过这个东西真的没有。听罢，叶凡直接失去了兴趣。 走吧，走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楚无双连忙拿出了一瓶丹药，我这里有五枚玉蝉丹，具有解毒疗伤之效，不知是否对你有所帮助。叶凡一脸兴奋地回过神来，这个有用。大龙山的峡谷深处，一座大钟竟奇异的连响九声，那钟声响彻了天地，传遍千里之外，是慈悲钟鸣。慈悲先帝的地宫出事了，是先帝传承，绝不能落到其他宗派手中。男人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连腰斩断。老夫还未发话，何时轮到你等聒噪？白魁，是到大龙山了吗？是的。 石龙长老就是前往大龙山了。那王座上的男人听后震怒无比，龙儿命牌破碎，魂气散于大龙山，无定要杀害龙儿的家伙血债血偿，全军出动，踏平大龙山。翌日清晨，我带着玉禅丹回到了天武城，然而药铺中却一个人都没能找到。突然，沙哑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：“小叶，我在这里，快来帮帮我，我好饿。” 我朝好兄弟扔了一瓶硫酸，可他不仅没死，还要以身相许。而在那之前，我只身前往大龙山为他寻找解药。可当我回到客栈的时候，却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僵尸。就在他张开血盆大口要把我吞入腹中的时候，一个人影闪身拦在我的面前，扑哧一下给了他一个大不溜子。来人正是好兄弟的代爹，真不愧是亲叔侄，打起来是一点都不留情。见我还在发呆，大伯怒斥让我躲远点。然而血淋淋的大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，情急之下。 我抓起怀中药剂扔了出去，轰隆一声，面前炸起无数烟尘，烟雾散去，一个赤裸裸的少年茫然地看向四周，直到看到我的瞬间，徐大富回想起一切，带着赤裸的身子直接朝我扑了上来。我大喊一声“变态”，回忆了他一记鞭腿，徐大富毫无抵抗，整个人飞了出去。突然，熟悉的滴滴声在我耳边响起，当我回过神来时候，却发现我居然能看到关于徐大富的各种信息。九九笑眯眯地告诉我，这是他给我安装的新功能，当然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现在就能给你删除。我好奇地看向了徐大伯。 居然是化神老怪！原来这叔侄二人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不过今后我才是那个最能装逼的终极逼王。就在我这么遐想的时候，店外传来一道甜美的女声：“药铺家的叶小子，媳妇上门了。”只见一个风韵犹存的美人出现在药店门口。徐大富看了看女人，又看了看我：“小叶，你口味真重。”女人看到我后也咯咯咯的笑了起来：“你家老头子出门前让我给你找个照顾你的媳妇，正好今天到了一批新货，婆婆我让你先挑。”琳琅满目的美女让我这个处男紧张无比。见我这般样子，女人让我不要害羞。 你家老头子都跟我说了，你天天半夜熟读教科书。徐大富一脸猥琐的低声在我耳边道：“有这种好东西也不跟兄弟分享一下。”就在我打算拒绝的时候，突然注意到笼子里的一个黄毛小萝莉。我大步走到她的面前：“我的药铺缺个打杂的药童，你有兴趣吗？”她死死的抓紧了我的衣袖：“我叫钟灵儿，求求你把我留下来。”见此，徐大富叔侄大笑起来：“还真是口正体贤侄。”女人见状也打趣道：“二人，要不我也送你们一个像婆婆我这样好看的女子。”两人吓得退出了十余米外。 我喜欢男的。看着钟灵儿身后的信息，我不由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捡到个宝贝！大龙山的峡谷外，一群妖魔赶到了这里。为首魔尊忽然抓起一团血肉放进了嘴中，接着施展起秘法血脉寻踪，一道光芒猛地亮起，指向了天武城。魔尊忽然大笑了起来：“杀吾二，此仇必报！”药馆内，看着焕然一新的钟灵儿，要不是拥有系统，谁能知道面前的少女竟然是女皇转世？于是我扔给了她一本飞仙经，此秘法玄妙无比，好好修炼。此书我已经看了三年，颇有见解。你要是有什么疑问，不等我说完。 钟灵儿的境界嗖嗖嗖飞速上涨，娘的，这就是天才和庸才的差距吗？天武城的城门处，原本晴朗的天空此时却阴暗无比。突然有人指向了天空，只见无穷无尽的火光炸毁了城门，接着一个身高百丈的黑影缓缓出现。看着陷入混乱的天武城，魔尊面色变得无比阴沉。今日我便屠了这里，为吾儿陪葬。听到城外的爆炸，我知道又到了我装逼的时候了。 我只是挥了挥手，整个世界都被搅得天翻地覆。原来正在我睡午觉的时候，城外却遭到了魔尊屠城。可我却犹豫要不要出手相救。虽说我有系统修为，可每使用一次都是以消耗生命为代价。如今我的寿命只剩六年，说不定再使用一次那样的大招，我恐怕直接就嗝屁了。为了不让那样的惨剧发生，我这次只是将部分修为聚集在左手之上。可没想到，我只是抓了抓手，天武城外的空间就被撕出了一个大口子。于是我又将一部分能量注入左眼，下一刻。 整个宇宙的所有景象都尽收眼底，但很快我就发现，这似乎还有透视的功能。下意识我看向了正在修炼的钟灵儿，鼻血狂吃一下喷涌而出，这特么也太爽了！但为了亿万百姓，我果断停止了绅士行为，同时将修为缓缓注入他的体内。另一边，在魔尊一边倒的屠杀下，每分钟都有数十万的生灵死于魔尊刀下。这时，天武城的守城将领姗姗来迟，直接释放自己的最强一招不死凤凰。转瞬之间，鬼婴便被这烈火淹没，口中发出凄厉的嘶吼。一时间，一个个守卫士气高涨。彭将军来了！ 我们有救了！在下护城军头领鹏飞，不知哪位师驼教大能驾临我天武城？魔尊哈哈大笑起来，区区一个元婴小辈竟然询问我的名讳，在下不敢，只是不知我天武城有何得罪之处，有什么事还等城主归来。石尤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不知何时来到鹏飞身后，利爪瞬间穿透了鹏飞的胸膛。聒噪的小鬼，本尊做事又何须跟你汇报？接下来就是本尊将整个天武城夷为平地。看到这里。 我才终于知道，原来那些恐怖的家伙都是来找我寻仇的。于是，我加大了输出，将修为源源不断地传入钟灵儿的体内，同时伸手抓向了虚空。既然你想要我的命，那就先看看你有几条命能从我的手上活下来。原本还在指挥大军屠戮的石幽瞬间停了下来，只见空中亮起一道赤红色的光芒，紧接着就看到一只覆盖天地的手掌出现在头顶。见状，石幽瞬间怂了：“前辈，石幽知错了，还请前辈不要为难。”他的话瞬间把我给逗笑了：“你那狗儿子就是我杀的，还有……” 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老子说话？接着我直接把他捏起，见事情不可挽回，石油索性不装了，一口精血喷出，想要通过自爆的方式来和我同归于尽。我有些好笑的看他能搞出什么花样，可等了半天却只是感到有一点瘙痒，不小心手中用力了一点，堂堂化神老怪瞬间化为灰烬。下一刻，熟悉的被刺感再次出现，九九一刀斩在我的后背。宿主大人，温馨提醒您还有一年寿命可活。我每次出手装逼都会消耗大量生命，在我不停的挥霍下，如今只剩一年可活。我看着系统发出了灵魂质问。 你特么是不是阴我？九九手指快速在 POS 机上快速波动，一张长长的单据从机器中飘出。搞完这些，他兴奋地舔舐了一下手中小刀。 所以宿主大人，您准备多会入土呢？闻言，我指着他，从他的族谱挨个骂了一遍：“你特么就是个开黑店的！”九九委屈巴巴，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。明明是宿主你自己的选择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闻言，我想说的话瞬间卡在了喉咙。你这么一说，确实有点道理。钟灵儿看我半天没有动静，便关心地跑来询问我怎么了。没什么，我只是被一个恶毒的吸血鬼给吸干了。为了寻找活下去的希望，我来到了城内有名的万宝阁。 可平日里熙熙攘攘的街道，如今却是一个人都没有。只见一个修士手中金光闪动，在他怒喝一声后，一道透明的结界将整个万宝阁笼罩。修士呼呼地喘着粗气，这下就没人能进来了。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，我就若无其事地穿过了这里。我靠！ 为什么一个没有灵气波动的凡人能穿过这结界？就在这时，系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的回头狂吼：“你特么给老子关掉！狗东西，你特么就是用这种方法一直悄悄克扣我的生命吧！”我反常的举动也把刚刚准备对我出手的修士吓了一跳，他果断选择了继续对我出手。想来刚刚也是因为结界还没施展完毕，他才穿了进来。另一边，我正四处打量着周围奢靡的一切，看这里宝贝这么多，一定有我想要的东西吧。突然，身边传出一声轻咳，一个红发美艳的女子朝我这里看来。 这位客人是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吗？看到他的瞬间，我竟然没忍住流了两滴鼻血以示敬意。所以你这里有没有增加寿命的东西？万红英抽了一口手中的烟杆，客官您要的东西都十分珍贵，不过我万宝阁确实有您想要的东西。旋即他拿出了一个瓷瓶，这是长寿丹，一共三枚，不知对公子是否有用？闻言，我的目光再也无法从小瓶上挪开。所以这瓶丹药卖多少钱？万红英一听就知道我是个穷批，当即狮子大开口说出了一个惊天价格，一颗一千下品灵石。我面上强装着小钱，实则心中骂了他一万遍走狗。 居然这么死贵，抢劫吗？然后我高深的看了一眼万红英，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什么交易？给我三枚长寿丹，换我出手庇护你万宝阁一次。女人仿佛听到什么笑话，方圆万里都没人敢对我万宝阁出手了。就在此时，异变突生，黑风寨的强盗就出现在大厅之内。见此，士兵二话不说，纷纷拔出利剑冲了上去。可还没走过一个回合，就被大汉们撕成了碎片。万红英冷笑一声。 区区筑基也敢如此狂妄？男人听后大笑出声。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镇守于此的长老都已经离开。画罢，他们的眼中露出了贪婪的目光。万红英吐出一口烟气，你们真当我万红英是吃素的吗？紧接着一脚踹在为首男人的脸上，又接着一个抬腿后旋踢秒杀了绷带男，最后抬腿一个下劈朝着大猩猩踢去。然而他的得意攻击此时却失去了作用。大猩猩哈哈大笑起来，所以你就这点能耐吗？说着一把将万红英抱在怀中。万红英此时也意识到了不对，可不论他怎么挣扎都毫无作用。大汉贪婪地舔舐着万红英的大腿。 嘴里还说着肮脏的话语，另外两个被打倒的家伙此时也站了起来，叮嘱男人赶紧解决这个家伙。这时我突然开口朝万红英道：“还是刚刚的交易，三枚丹药换我庇护你万宝阁一次。”万红英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，别说是三枚，就是把我给你都行。听到这里，我活动了一下手腕，九九也提起了他最爱的大镰刀。又到了收割的时候，我每次出手都会消耗自身寿元，尽管只有一年可活，但面对恃强凌弱之徒，我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。 可跟我一起站出来的还有系统九九，你特么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我留啊！老子我只剩下一年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九九摸着我的脑袋安慰我没事，不就是区区几个筑基小垃圾，费不了多少寿元的。好吧好吧，我最后再信你一次。大猩猩咧嘴大笑了起来，这小子是脑子被驴踢了吗？自言自语什么呢？独眼鬼直接控制起绷带，化作无数尖刺朝我袭来。攻击还没到，他们二人就率先大笑起来。下一刻，我的身上多出了大大小小无数孔洞。为了防止发生异变。 又将我绑成了木乃伊。大猩猩见状笑得更甚，所以这就是你请来的帮手吗、啊？万红英也一阵无语，臭小子，亏老娘还对你有所期待。就在这时，原本捆绑我的绷带突然发出了阵阵光芒，轰的一声炸成了碎片。对不起哦，刚刚我在想怎么除掉你们会比较帅一点。 思来想去，还是用这根烟杆。独眼鬼见此，再次冲了上来。臭小子，我不信你这次还能躲过去。看着和刚刚一模一样的攻击，我不耐烦地拿起烟杆挥动了一下，顷刻间，独眼鬼的身子断成了两截。我摸着脑袋，神色也有些不自然。原来你们这么弱的吗？万红英吓得连忙闭上了嘴巴，祈祷我没听到刚刚他说我的坏话。大猩猩此时也变得紧张无比，你别过来，小心我抓爆他的脑袋。闻此，我缓缓抬起一只手臂，你是觉得自己可以威胁到我吗？下一刻。 他抓着万红英的手臂，瞬间断裂。大猩猩顿时发出了凄厉的吼叫，可我却不打算让他就这么死掉。手中微微用力，下一刻，我将烟杆扔进了他的嘴里。大猩猩浑身暴起，大喊着：“不要，不要啊！”忽然，他的胸口猛地炸开，大猩猩也应声倒地。见此，我咧嘴一笑。到了取报酬的时候，我先是查看了一下本次消耗的生命，再发现只用了区区两个月的寿元，九九立马变得失落起来。该死的宿主！ 我这个月的任务 KPI 是完不成了，我直接上前抓住他的脸蛋，使劲揉搓起来。看来你是巴不得弄死我呀！九九挣脱了我的束缚，告诉我以后等着瞧。突然一道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，原来是万红英将刚刚答应给我的长寿丹恭敬的递了过来。看着满满一盒的寿元丹，可惜只能增加三年的寿元。于是我又回头问他。 还有没有炼体功法？万红英告诉我，因为修士大部分都是修仙，继而炼体修士则少得可怜。就算是我们万宝阁，也没什么相关功法。不过前辈若是需要，我自然是全力为您寻找。同时在心中暗暗想到，一定要抱上这位前辈的大腿。突然，一道紫色的斩击呼啸而至，只见一道紫色的虚影出现在大殿之中。敢杀我黑风寨熊某人的弟弟，老子要你血债血偿！万红英此时也暗道不好，居然是化神分身，这等变故也吓得我反方向奔跑起来。九九，对付这个家伙需要我多少天寿命啊？九九笑盈盈的告诉我。 十年八年的谁知道呢？此时熊大已经彻底陷入癫狂，施展出自己的看家本领——大道屠神诀。就在我还在纠结着要不要干他的时候，熊大噗呲一拳已经打在了我的小腹。娘的，居然敢打我！于是，我一把将所有的寿元丹吃进嘴里，见证一下亿万年修为的力量吧。随着我手中金光大现，熊大也在这恐怖的威势下化为了灰烬。散去修为后，我也不禁感到无比懊恼。这下力量又使多了，我只是出手替女人解决了一个小麻烦，可她却直接躺在床上，说可以给我一个时辰的时间任我摆。 然而这种事在我眼里却只是浪费时间，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。万红英咬牙思索片刻后，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。公子若是答应我一个要求，我便帮公子取得万宝阁最顶尖的增寿之物。见我没有反应，他又急忙说道：“我原本是万宝阁总铺万家的嫡系天骄，如今沦落至此，是因为遭人陷害中了丹毒。只要公子为我疏通经脉。” 我便可重回本家帮公子寻得增寿之物。见我又要离开，万红英也变得无比紧张。我有些好笑的看着这个紧张的御姐，难道你想在大厅里洗精发髓吗？万红英十分惊喜的眨巴了两下大眼睛，快步走到我的面为我带路。那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十分宽敞的房间，因为是第一次的缘故，万红英紧张的问我都需要准备些什么。我指了指那边的大床，什么都不要做，脱光了去那躺着等我。万红英还以为这也是我答应的必要条件，一脸羞红的问我真的要做吗？不愿意的话我现在就走。 别别别！我答应还不成吗？与此同时，黑风寨内，熊大正大口吐着鲜血。他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能破掉我的分魂？唯一知道的是，这股力量绝对不是他可以抗衡的。一时间，熊大汗流浃背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看到自家头头如此慌张，军师不知从哪蹦了出来：“寨主，属下有一计。之前我们寨不是有一把咒天杵？那宝贝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去命数而死。” 即便是元婴真人也逃不过。闻言，熊大发出了渗人的笑声，随即呼喊道：“黑山寨的小喽啰们，抓一百个活人当做祭品。”另一边，万红英为了能够恢复修为，脱光了衣服，乖乖的躺在床上。公子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待会可能有点痛，你的忍一忍。旋即，我打开了系统，开始了成神仪式。在万红英连续不停惨叫了两个时辰后，我才终于停了下来。叶姑娘，感觉怎么样？万红英害羞的偷瞄了我一眼，刚刚居然在前辈面前发出那种声音。随后，她惊喜的发现。 自己多年来的单独暗疾消散一空，而且还变成了传说中的无垢圣体。想到这，万红英直接跪倒在我的面前。 红英谢过公子再造之恩，谢公子赐下无垢圣体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可当我一步踏出，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变成了系统空间。你干嘛呀？我还没装完。这时我才注意到，九九居然一整个人缩在角落。宿主，你这个大笨蛋，你都快没命了，还想着泡妹子？什么？我快没命了是什么鬼？我不是刚增加了三年吗？九九哭着指向了寿命一来有个混蛋正在抢我的业绩。在我说话的过程中，我的寿命已经减少了一百多天。卧槽！ 我特么这是得罪谁了？与此同时，黑风寨内，昼天楚闪闪发光，正不断吸取着平民的寿元。熊大看着计划正按照原本的轨迹进行，也不禁大笑出声。叶凡，我看你这次死不死？我明明拥有亿万年修为，却差点因为一个二五仔翻车。不仅在我的身体里下了诅咒，甚至还惦记我看上的女人。不过因为她盯上的是我的寿命，所以九九立马将我被诅咒的信息告诉了我。 甚至为了他的 KPI，还特意帮我减缓了生命流失的速度。我问他我现在还能活多久，可他却告诉我以现在的流失速度，最多一周。得到这个答案后，我差点没忍住破口大骂。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，怎么还越活越短了？九九认真的盯着我，倒没错，与之前不同，这次我会帮你。说着，他就把我从系统空间里丢了出去。不知道是不是他故意为之，居然把我扔到了全裸的万红英面前。万红英一脸羞愤的问我怎么回来。 在他惊恐的眼神中，我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。万红英不自觉的咽了咽口水，身心都做好了接受的准备。可我却只是认真的盯着他道：“如果有关于增寿丹药的消息，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。”见我这般严肃，他点了点头，告诉我明白。 于是我不再废话，伸手在虚空中划出一道缺口，紧接着整个人消失在光幕之中。黑风寨内，为了能将我这个未知的大能早点除掉，熊大甚至抓住了一条红龙，联合数十位高级巫师发动了血光大阵。听到耳边传来的惨叫，熊大也笑得更加肆意。好在分身有击中那人，在魂中留下了印记，才能如此顺利。不管你是何方大能。 还是天神转世，只要中了这咒天之术，就等着无声无息的死。就在这时，熊大的耳边传出一道带有玩味的笑声。接着我伸手捏碎了咒天杵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熊大一脸震惊的看着虚空中走出的人影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我直接火力全开，无尽的灵压朝四周碾压而去。所以说，为了装逼，这么浪费寿命也是值得的吗？听到九九这么说，我则是笑得更甚。与其担心寿命，我还是更担心他死的不够惨。 久久欣赏地看向了我，那我也来帮帮你，毕竟我们是搭档嘛。灿烂的粉色在我身边出现，无数只大手从虚空中探出，熊大惊恐地大叫起来：“你明明已经中咒了，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强的力量？”我没有理会他的聒噪，而是把他吸入了虚空，让他感受一下灵魂都被泯灭的感觉。感觉差不多后，我抬手朝空中打了一拳，赤红色的光束穿透了大气层，直冲宇宙。熊大等人也在宇宙的压强中化作了尘埃。看着周围早已化为废墟的黑风寨，我抬头朝熊大飞去的方向比了一个大大的中指：“感应我，我丢雷罗母，宿主。” 你高兴的太早了，你的寿命还是以每天一百倍的速度消耗着。我明明已经破坏了咒天杵，太迟了，咒术已经附着在你的身体上了，破坏了那玩意也没什么用了。闻言，我一把扯开了衣服，只见一个大大的咒字在我胸口久久不散。所以说，我这是又计了吗？ 我拥有亿万年修为，却没几天可活。虽然一拳就可毁天灭地，但也逃不过死神的制裁。失魂落魄的我，就这么走在路上，就这么一直回到了药馆。可我却看到无比恐怖的一幕：身高两米五的巨熊，居然对钟灵儿言听计从，不仅帮她烧火，还乖乖的把脑袋伸过去给她摸摸。钟灵儿此时也注意到回来的我，紧接着就朝我冲了上来。 叶哥哥，你回来了！似乎是注意到我对这个巨型生物有什么想法，钟灵儿立马介绍起来。他叫小棉花，是我的伙伴。一开始他只是小小一只，和我亲密无比。但有天黑风寨袭击了钟家堡，爸爸妈妈也被他们杀害，小棉花也因为那场大火和我走散了。说完这些。 钟灵儿也早已泪流满面，我摸着她的脑袋，告诉她不要怕，我已经推平了黑风寨。钟灵儿瞪着大眼睛看着我，我又把刚刚说的话说了一遍，他们已经被我消灭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，有我在，没人可以欺负你。小棉花举着牌子走了过来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叶凡哥哥，你是不是还没吃饭？我这就去给你做。直到钟灵儿离开，久久才幽怨地提醒我还有三天可活。闻言，我瞬间低下了脑袋。 是啊，这么短的时间该去那找增寿药了。这时，小棉花用爪子在身上摸索起来，最后拿出一颗金色的丹药。我记得在老头子的医术上见过。 这时明皇受果，吃一颗就能增长五年的寿命。想到这，我直接开始收拾行囊。我这可是捡到宝了！不多时，我已经装满了一人高的背包。接着，一把抓起还在懵逼的小棉花，就朝城外跑去。与此同时，数万里外的一处山巅上，楚无双此刻也赶回了宗门。他一回来就引起众弟子尖叫，可他却毫不在意的走到了一处门前，对着床上躺着的女人恭恭敬敬喊了声姐姐。看到楚无双后，女人也有些意外，连忙从床上跃下，一路小跑来到了楚无双的面前。楚无双突然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了一柄长剑，女人只是看了一眼就瞪大了眼。 旋即一把抓过楚无双的手，那之后女人带他来到了一处竹林。你带来的东西非同小可，你把事情的经过细细道来。那天我得到剑后，就被狮驼教的石龙追杀，在我将要殒命于此的时候，一位神秘高手出手将我救下。救下我后，他不要慈悲剑。 反倒要增寿的功法，女人也意外无比。这可是大地之气，她竟然不要。楚无双点头道：“没错。”但是那位前辈说，若是有延寿之物，就去天武城找他。听到这里，女人陷入了沉思，最后又将慈悲剑还给了楚无双，在叮嘱完让他好好修炼后，就转身离开。就在这时，楚无双突然惨叫一声，朝前倒下。女人紧张的冲了过来，看到楚无双的身上密密麻麻纹路，立马认出这是师驼教的引毒文。要知道，引毒文除了师毒者，谁也无法解除。我明明身居亿万修为，实则却是个活不过三天的短命鬼。而为了帮我寻找灵丹妙药，万红。 红英几乎将天武城翻了个顶朝天，却仍旧一无所获。这时，她脖子上的项链突然有了反应。万红英从里面抓住了一道符箓，原来这是用来沟通的通讯法器。万红英对着符箓就开始破口大骂：“两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阁主吗？”电话那头强压着愤怒：“如果我们是为了一株千年人参不得不离开呢？”原来因为地宫出事，逃出了一株千年人参，如今他正藏匿在大龙山中。原本震怒的万红英突然变了脸色，突然想起叶公子的交代，这株灵参用来当做礼物送给公子，想必再好不过。想到这，他突然呼喊道：“元宝！”只见一个肥嘟嘟的小老鼠跳到了。 他的手上，万红英把他放在了肩上，直接朝大龙山出发。另一边，因为小棉花独特的寻宝天赋，我们俩的肚子都是鼓鼓囊囊的。不过也正因如此，现在已经不用担心寿命的问题了。我看着手中最后一颗果子，刚准备塞进嘴里，就被一只死老鼠给抢走了。咽不下这口气的我，直接追了上去，势必要把这只该死的老鼠炖了吃肉。可跑着跑着，我就发现了不对，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阴暗了下来。这时，刚刚追丢的那个小偷又朝我跑了过来，嘴里还吊着一件吊坠。仔细端量一下后，我终于想起了这吊坠的主人。而在另一边，万红英正和大长老打得不可开交。 原来为了寻到千年人参，大长老专门把他骗了出来充当寻宝鼠，所以在找到宝物后便动了杀心。不过是一个弃子而已，还是老老实实被杀吧。说着一剑将万红英打飞了出去，大长老一脚踩在万红英的脑袋上，得意的大笑起来，把人参交出来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说着就伸手朝万红英的项链抓去，然而那里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。万红英突然畅快的大笑起来，傻叉，惊不惊喜意不意外？意识到被耍了的大长老立即挥动手中长剑。就在此时，空间发出一阵剧烈动荡，我随手拦下了大长老的致命一击，酷施一下朝他的小鸟。 来了一脚，万红英惊喜地看着我的背影，暗淡的眼神又再次充满了希望。我将刚刚那只大老鼠拿了出来，这都要多亏他找到了我。不过细节方面，我还是选择了隐瞒，不然也有点太丢脸了。万红英急忙拿出了刚刚得到的千年铃参，我笑了笑，将那株铃参接了过来。于是，我回身看向刚刚被我打飞的那个老头，接下来就看我装逼吧。突然，空中闪过一道惊人的剑气，原来是刚刚被我打飞的大长老又找了回来。万红英神色担忧地提醒我，他们都是金丹强者。听到他话中关心的意味，我饶有兴致地问他想不想报仇。万红英面色一惊，显然已经听出了我话中的意思。 于是我直接伸手点在他的眉心，仅仅过了一息，万红英就感到自己的境界在飞速提升，一路来到了金丹巅峰。随即他召唤出自己的本命法器。空中的大长老不以为意，还以为我们是在垂死挣扎。红英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我明明只是个普通凡人，金丹强者却强者认我做他的大哥。然而在三秒之前，他还嘲讽我是个脑子有泡的傻蛋。说着，脚下用力就朝着我们冲了上来。我们视线相对，齐齐出手给了他一个 W 子。大长老委屈巴巴，捂着高高鼓起的脸颊。 就连我爸爸都没有打过我。万红英挥了挥鞭子，死死的盯着一脸恐惧的二长老，二长老吓得赶紧求饶，希望万红英顾及往日情分可以饶他一命。提及于此，万红英更加愤怒，一鞭子送他回了天门老家。目睹一切的大长老只感到无比愤怒，接着就要施展绝招让我们乖乖就范。就在我们不足十米的时候，大长老直接滑铲下跪，用最强势的语气说着最怂的话，说着就直接抱住我的大腿，大佬。 你缺不缺暖床的小妾？老夫今年年仅二百零三，终于在挣扎无果后，我有些无语的看向了万红英。怎么办？这家伙真的好恶心！一想到万宝阁后续可能还需要他们坐镇，万红英便同意了他活命的请求。大长老感恩的朝万红英不断磕头，感谢他的大恩大德，直到看着我们离开了视线，大长老才终于抬起头来。他似乎看到了万宝阁在我的带领下一飞冲天的景象。那之后，我们孤男寡女来到一处密林，万红英终于按捺不住心中所想，出声让我等一下。可他此时却变得无比紧张。 手指也因为紧张死死地扣入肉中。明明红英之前答应帮你寻找延寿之物，到头来却还要您来帮我立威。我伸手拍了拍泣不成声的红英。虽然我比较能打，但情报方面却一窍不通。 日后还需要仰仗你的帮助。万红英猛地抬起头来，不可置信地盯着我的眼睛。然而这时九九的声音又传了出来，把我拉入了系统空间，还用那把锋利的镰刀抵在我的脖子。我立马明白了他这是想要做什么。不过你能不能换个时候？没看到我正在刷好感度吗？九九有些不明白的问我为什么要这样。明明出手会折损寿元，但还是要一次又一次的付出。可游离九霄神外的我根本没听到他的字语。刚要问他刚刚说了什么，却被他无情打断，随即更是把我扔出了系统空间。我有些气恼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，说话说一半生儿子没皮验。万红英突然娇羞地喊。 喊了我一声，这时我才注意到，我居然不知什么时候把他按在身下。我吓得连忙从他身上坐了起来。万红英笑着和我说没什么，而他的心中则是回想起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。原来他竟不知什么时候动了真心。站起后，万红英什么也没有说，而是有些落寞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万红英心中明白我们之间的身份之差，又怎能表达真心？另一边，天武城内，自从妖魔入侵已经过了数天，城墙的修补工作也逐渐接近了尾声。可那日天神降临的威能却在百姓的心中挥之不去。殊不知他们的议论却被一六眼黑袍人听到，他也终于确认。 城内确实存在一个隐秘的大牢。突然，男人睁大了六只眼睛，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钟灵儿的身上。不够灵体的秘密也被男人发觉。如果拿他炼制丹药。 说不定可以炼制出传说中的无垢灵丹。此时钟灵儿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坏人盯上，可当他如往常一般回到药馆的时候，却发现本该紧闭的大门此时居然大开。钟灵儿急忙跑了过去，他小心地朝屋子里喊了一声，结果就看到一个发着红光的黑影缓缓转身。当看清那人影，居然和我一般无二，钟灵儿这才哭唧唧地跑了过去，直接扑入了那个冒牌货的怀中。只见那冒牌货露出了渗人的笑容：“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” 每次施展修为都会消耗寿元，甚至一个搞不好就会命丧当场。可我仍旧没有半点犹豫，甚至火力全开，只因师驼教的贼人发现了钟灵儿的无垢圣体，甚至变成我的样子，把钟灵儿骗进了小树林。随着不断深入，钟灵儿也察觉到了不对，那贼人索性撕下了伪装，把自己丑陋无比的六眼展露出来。与此同时， 我也回到了药铺，一进门却看到昏死在地上的小棉花和朱大娘。一时间，无名的怒火涌上心头，随即火力全开，对着方圆百万里展开了地毯式搜寻。终于，我在一处幽暗的山洞里锁定了他们的气息，发现了被锁链控制起来的钟灵儿。很快，我便注意到男人腰间挂着狮驼教的令牌，冲天的杀意瞬间锁定了男人。六眼也被那霸道的气息吓到，双腿发软。不过，看着被抓起来的钟灵儿，又信心大增。只要炼化了这个小丫头。 到时候我便谁也不惧。钟灵儿生气地盯着他，叶凡哥哥是不会放过你的。男人却丝毫不以为意，又看向了一旁的牢笼，你们都是我成神的药引。接着他张开了大嘴，伸出了肉乎乎的长舌头，能成为我的一部分，你们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啊！钟灵儿终于忍不住对他破口大骂起来。 在凡哥哥面前，你再这么努力都是个垃圾。听到这，男人终于按捺不住，嗖的一下来到钟灵儿的面前，重重一拳打在钟灵儿的小腹。钟灵儿口中鲜血直流，生命的气息也不断流失。男人感到心情畅快无比，竟直接开启了妖术秘法血炼术。突然，男人瞪大了眼睛，扑通一下摔倒在地上，因为他认出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就是轻而易举杀掉石幽的高人。不过很快他又冷静下来：“叶凡，你放了我，我就把这个小丫头还给你。”看到我后，钟灵儿也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我告诉他不要怕。 哥哥这就带你回家。钟灵儿乖乖的点了点头，随后我一步一步朝着男人走去，恐怖的压迫感瞬间将男人吓得匍匐在地，疯了似的朝我求饶，可我却根本没理会他的意思，手中微微用力，蓝色的漩涡从男人的身后出现，片刻后。 男人便只剩下半个脑袋，只留下一颗蓝色的戒指掉了下来。那之后，我将钟灵儿放在了地上，同时等待起九九的被刺。果不其然，他直接掏出了粉红色的镰刀。就在我等着被他收割的时候，熟悉的疼痛感却迟迟没有出现。我有些害怕的睁开了眼睛，只见他用粉色的仙女棒敲在我的身上。九九反常的朝我说了句“笨蛋”，然后就这么消失在了我的面前。我明明拥有亿万年修为，医治病人时却被认为是江湖骗子，赶我出门。我拱手让他装杯，结果他吐了一口黑血。两天前。 雷子找我，打算让我前往天武城帮助楚城主治疗楚无双。只要能救醒楚城主的妹妹，便是楚城主的大恩人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珍藏的秘籍、各种延寿丹药，通通不在话下。延寿丹，这不就是我需要的吗？于是，我连店铺也不管，留下雷子一人独自猛逼。不久后，我和雷子到了城主府那气派的府邸大门外，门外有两名威武高大的守门卫。林雷上前亮出金光闪闪的令牌，并进入城府。 殿中聚集了十几人，大多都是城中小有名气的医师，不过皆是人之暮年，满头白发，十分苍老。不久后，我看着这些医师一个个的进去时，信心满满，但很快就从后殿出来，摇头叹气，一筹莫展，表示无法治好。不一会儿，大殿中的医师便鸦雀无声，没有一个成功，最后剩下我一人。我来到后殿，见到蓝发美颜的楚城主，我赶紧向他行礼，内心总是忐忑难安，总有一些熟悉的感觉。在楚城主旁边的长着兔耳朵的小年，不停的顺身骚扰我。 真想把他一手拍飞！原来他是城主的师兄，是天月丹阁宫阁主，叫卯儿茶，是特意前来辅助治疗楚无双。不久，我来到楚城主妹妹的身前，看到黑气缠绕全身的楚无双，比冥王还恐怖的脸色。我心想，这应该和驼教脱不开关系。我正要探查经脉的时候，这时进来一位笑脸盈盈的男人，连卯儿茶也不屑吐槽到这凡人的小鬼。此刻，我探查出楚无双的石海被一团不祥的血气包裹侵蚀，正在消耗生机，于是马上开启亿万修为治疗楚无双。随后。 这位金公子毫不客气地向楚城主询问道：“我是谁？”随即楚城主说道：“是一名城中医馆的医师叶凡，叶先生。”此时金公子道：“叶小子，怕是毛都没长齐，你看着楚无双干什么？快滚出去！好吧，我也不跟他硬刚，随后让他自己诊断一番，看看他如何装备。”金公子开始把脉，顿时一脸黑线，还吐出了成年老血，众人大吃一惊。哎、楚无双仿佛受到千刀万剐，差点没忍住叫起来。然而此时身体已经褪去黑气，我明明拥有亿万年修为，别人送我的金银财宝。 我一概置之不顾，却偏偏选取了炼体功法。金少主紧紧探查楚无双的识海，却令楚无双狂吐黑血，痛苦难堪，马上就怀疑是我从中作梗，令他尴尬万分，当即对我破口大骂。我马上回应，金阳刚刚动用真气探查楚无双的识海，正好与他体内的病毒相冲，导致楚无双吐血。顿时，我恭敬地向楚城主表露，我能彻底医治楚无双。随即，楚城主也表示让我进行医治，引得金阳万分焦急，还斩钉截铁怂恿旁边的卯儿茶，怎么能让一个废物医治楚无双。 毛儿茶反驳道：“你真是瞎了狗眼！这位叶先生的修为并不是表面那么简单，他是在故意隐藏修为。”在众人谈笑间，我的右手顿时释放出耀眼的金光，引起整个府邸的强烈晃动，磅礴的能量汹涌如瀚海巨浪席卷而来。片刻后，楚无双缓缓睁开眼睛，发现众人都是笑脸盈盈的看向他。看到楚无双醒来，楚城主马上单膝跪地给我道谢，感谢叶前辈的救命之恩。以后楚无月任凭前辈差遣，我随便摆摆手说：“举手之劳罢了。” 卯儿茶顿时勾肩搭背，向我邀请加入天月宫，分一座山头收买我。我抬手拒绝了。我心想，区区一座山头就想收买我，谁想要你的那座小破山啊？说好的丹药呢？怎么不见？站在一旁的金阳尴尬万分，装杯不成，还充当了大头鬼。身为楚无双的青梅竹马，万万没想到楚无月居然信一个外人，于是暗暗发誓：叶凡，我金阳跟你此仇不共戴天。但表面上还是装着君子模样，说到叶小友果然人不可貌相，是金某人眼拙，来日金家必定送上一份欠礼道谢。” 说完一番虚情假意的客套话后，金阳就赶紧离开后殿。这家伙虚情假意，人模狗样，贼眉贼眼的，后面肯定又会捅出什么幺蛾子。算了，这时候也管不了那么多，后面的事后面想，要相信后人的智慧。随即，楚无月楚城主带上我去领取这次治疗的报酬，来到了城主府中的藏宝阁，看到了满眼金光的金银财宝，我双眼透出闪闪金光。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只有我全都要，但表面上还是要装着不为所动。这时，卯儿茶说：“这里的藏宝阁宝贝还远远不及我的天月宫。” 继续游说，想让我做他的一个山头头主。再次到来的邀约，我也发现不好推却，于是回答到：“老前辈，我虽然很想应邀，但是师驼教的歹人多次伤了我家的药童，还经常挑衅我，我要好好教训一番。”随即也提醒他们：“楚物月恐怕也是被道师驼教所伤，今后要多多注意。”楚物月说：“师驼教确实是一个隐患，可是慈悲地仙宫再次降世，河州恐怕又要陷入血雨腥风中。”慈悲地仙宫，这究竟是什么？楚物月说道：“地仙念天是河州千万年来最接近登神成圣的男人。” 上古时代，大重修仙界分裂成九个大洲，分别由九名地仙守护。他们抗击幽冥深渊，把魔族封入幽冥底。不知从何而来的地仙宫，据说就是地仙为自己准备的陵墓，里边不仅有无数宝物，更封印着他们的肉身。此次大龙山被一分为二，地仙宫突然现世，事情非比寻常。大龙山被一分为二，我陷入沉思。完了，这好像是我劈的。我一刀下去，竟然劈出一个副本出来，这是什么情况？ 这时，储物月送给我一个盒子，里面放着一枚储物戒指和一颗千年延寿丹，随即说道：“储物戒指里面也有不少丹药，如果不够的话，叶前辈可以前往城主府自取便是了。”我邪魅一笑，哈哈，千年延寿丹终于到手了。这时，九九提醒我收敛一点，A K 四七也压不住你上扬的嘴角。随即，储物月继续说道：“我还收藏了一些秘籍，叶前辈可以任意挑选进行修炼。茫茫书单中，我挑选了一本炼体功法。拥有亿万修为的我，需要的不是功法，而是更强的体魄。”告别储物月后。 雷子邀请我到醉香楼庆祝，此刻突然出现一把黑气缠绕的匕首向我袭来。雷子这位好兄弟帮我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。我明明拥有亿万年修为，好兄弟被人暗算，还被邀请前往鸿门宴。雷子咣当倒地，明明冷汗狂飙，却跟我说都是皮外伤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动我的好兄弟！待我找到，非要将你碎尸万段。此时刺客回到金府向家主报告，旁边站着就是金阳。此刻金阳咧嘴一笑说：“叶凡只是废物，根本不足为惧。”家主则好声劝说：“这次简单教训即可。” 他有天月宫庇护，我们惹不起，只好怪你技不如人。不久后，金阳回到房间，发起牢骚：“混账东西，垃圾原因修为还怕，还好说自己是金家的家主。”转眼间，金阳的师傅进内问起金阳何事让你大动肝火。噼里啪啦解释后，金阳师傅说道：“金震年事已高，近年的风格越发畏畏缩缩。”金阳咆哮说道：“就因为楚家攀上天月宫，父亲才对他们卑躬屈膝。换我成为家主，绝不会如此不堪。”哈哈，有如此野心，不愧是我的好徒儿。 为师就帮你教训教训这无知狂徒。话落间念起咒语，妈尼妈尼哄，召唤出百米高的青蛇。走吧，我的好徒儿，为师带你去浪。不久，你就有能力教训教训废物叶凡。一个月后，楚城主收到了灵训符，同时叶凡的医馆也收到同样的灵训符。不久，符文就燃烧起来，发出楚城主的声音：“救救我！”此刻，金阳师傅咧嘴一笑，金阳一抹淫笑，哈哈哈，手痒压不住，终于可以暴揍他们一顿。我明明拥有亿万年修为，收到楚无月的求救，前往支援。 却发现是一个局中局。楚无月修炼时收到金家的邀请，要特意的设宴赔罪。天真纯良的楚无月考虑到金家和楚家是故交，所以前往赴约。进入府中发现空无一人，转眼间，轰隆隆，一团紫色妖气拔地而起，将楚无月传送到其他地方。一个呼吸过去，一只白骨手臂突然冒起，抓住楚无月的左腿。楚无月慌的一批，心感不妙，完了。两个呼吸过去，一群白面小怪扑面而来，甚是骇人。另一方面。 收到楚无月的求救，我来到楚府，希望能找到楚无月的下落。我通过秘术，能利用楚无月的贴身衣物，就能感知到身处何地。于是拜托楚无双将衣物带来。我缓缓拿起一块红色状的小薄纱，出现在眼前。哦、楚无双仿佛遭遇雷击，搀扶在地，说道：“前辈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？”我怎么可能轻易透露我的底牌？于是回答道：“放心，这方法能行，看我的吧。”一团悠悠蓝光慢慢渗出，对着楚无月的衣物进行探知，顿时吓得我冷汗直流。 堪比坤哥的脸也止不住变形，我看到那骇人的白脸小怪稚嫩的脸出现极其不合理的可怕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我迅速打开地图，指了指出现的方位瘴气谷。我搂起楚无双，也不管他轻轻泛红的脸颊。楚无双带上我，马上遇见飞行出发。月夜警官甚是动人，想来以后用作约会也不错。不久后，我们到达瘴气谷，有两只白脸小怪从后方偷袭过来，正要得逞时，一道强横的剑气降落，令两只白脸小怪灰飞烟灭。原来是楚无月。此时楚无月很惊讶。 不明白叶凡和楚无双为何出现在此处，我表示是通过凌讯符收到楚无月的求救才前往的此地。我顿感不妙，说道：“糟糕，不管是何人所为，我们已经落入陷阱了。”我明明拥有亿万年修为，为英雄救美，不惜以一敌三。经过楚家姐妹的一轮收割后，覆灭了不少白脸小怪。原来白脸小怪是纸人。楚无月猜测这是金家的手段，然后捅了一捅纸人，说道：“这些纸人透出一丝邪肆之感，难道是师驼教？目前只有师驼教和楚家有仇。” 不久后，被覆灭的纸人重新袭来。只看纸人扭曲的脸，甚是恶心。一群神秘人透过水晶球观看着这一切。原来是金阳联合狮驼教发起的攻击。手上缠绕着紫蛇的冥骨咧嘴鄙夷的说道：“能被这些小玩意绊住，实力也就妈妈地了。”此时金阳说道：“哈,哈哈哈！等天月宫覆灭，下一个猎物就是慈悲地仙宫。”金家的长老虽然服从家主的命令，但面对狮驼教，内心还是不服。任常拿起邪气溢出的蛊虫说道：“吃下去可以证明你们的忠心。”金阳也是憨憨。 面对狮驼教，还以为能捞到好处，于是也跟着命令吃下去。若然有一心蛊虫，可是会在体内翻云覆雨。至于有多痛苦，只能慢慢体会。狮驼教教主吩咐道：“任夜、明谷，你们同金家两位长老前去瘴气谷。”说罢，振起。此刻瘴气谷被紫气罡气所包裹着，地上爬出数名古人，咕噜咕噜。不久，狮驼教和金家长老出现在瘴气谷上方。明谷嘴上泛起一抹弧线，哈哈，你们很快就变成我的傀儡，我实在忍无可忍。 全身爆发出金色的罡气，连旁边的楚无月也感到惊讶。自己踏起的高台绝不能翻车，于是抄起一根树枝，对上方众人放最狠的话：“垃圾最多也是垃圾，你们在我手中撑不过一招。”两位金家长老与任夜对我发起总攻，混战一触即发。我明明能够无敌天下，可我每次出手都会减少寿命。英雄就没以寿命换取，实在不划算。猛然间，三人带着一股恐怖的气息冲着我来，开始你追我堵进行热身。敢背后偷袭我！ 我三百六十度华丽转体，一脚破开刃叶的攻击，咔嚓，手中滑落的兵刃刺中金家的长老。悠悠，你们刚刚嚣张的气势去哪了？行云流水般的表现，气得三人咬牙切齿。臭小子，拿命来！我轻描淡写吐出四个字：太慢了。一手抓住刃叶的右手，黄金右脚窜飞一人，再利用手上的树枝猛然蓄力啥往往高手不需要天花乱坠的剑招，就能发挥最大的威力。<laughs> 任夜已然灰飞烟灭，顺手带走另一位金家长老玉华长老也重伤倒地，想逃，无奈楚家姐妹已经把刀架在玉华的脖子上，脸上不自觉的出现扭曲变形。楚无月先开口询问：“师驼叫乌杰现在在何处？”就在他准备回答的时候，蛊虫突然发难，玉华狰狞的脸上出现紫色的毒气，甚是骇人。两个呼吸过去，玉华被紫色毒气腐蚀的一干二净。此刻，师驼叫乌杰透过水晶球看着这一切，轻轻说道。 金阳，你惹上的并非等闲之辈，你只有吞噬更多的灵气与生命，才能快速突破化神期。乌杰临走前还补了一句：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此时，金阳的脸比吃了屎还难看。金家目前的旁支已经被献祭干净，继续下去只怕后继无人。剩下的长老在据理力争，但是也阻止不了金阳憨憨的决心，依然命令长老准备血祭。金阳相信自己成圣，金家就能迅速崛起。感情这家伙被乌杰完全洗脑了。回到瘴气谷。 我和楚家姐妹已然御剑飞行，开始返程了。我打开系统面板看了看，寿命果然减少了。我扭曲的脸色被楚无双看到，于是开始了尬聊。楚无月看着我们谈笑风生，内心止不住的颤抖，面上也泛起淡淡羞涩，不禁感叹：明明剑修讲究无欲无求，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呢？一手变成丧尸，我把它当成禽兽来驯服。然而我的无双妹妹也被感染，这可把我难倒了。自从我消灭师驼教派来的小垃圾后， 乌杰教主利用金阳来控制河州，谁知这个金阳憨憨把自家人近乎榨干，真的是坑爹不够，还坑子孙，活生生把自己变成禽兽。不久，我来到瘴气谷深处，这里尸海满地，乌烟瘴气。师驼教在这里驻点，不是有病，就是有变态的喜好。走着走着，发现前方有突然滚下来的人头，还真没想到，还真有送人头的变态喜好，再次刷新三观。啊，这些都是金家的人，这里我修为最高。 瞬时爆发金色罡气，开启探查。咦，这货有点眼熟，再看清楚一些。卡图<通>伊，吓我一跳！金羊怎么变成丧尸了？两个呼吸过后，金丧尸向着我们冲来。楚无月挺身挡住这波攻击，可惜金丧尸升级后，一只咸猪手就足以捏碎宝剑。嗷嗷、哦哦！三个呼吸过后，金丧尸继续扑向楚无月，叫声实在难听。我一百八十度空中转体，踢飞金丧尸。嗷嗷、哦哦！金丧尸蓄力准备继续发起攻击。 四个呼吸过后，金丧尸像狗一样扑向我。拴狗当然得用狗绳，刷刷刷，五花八绑，我将金丧尸驯服的服服帖帖。我正向楚家姐妹炫耀时，我的无双妹妹突然捅了楚无月一刀。此时，楚无双双眼发黑，无辜的脸渗透出异常的可怕。他们不只是老乡，同时还是姐妹，难怪难怪。嗯，原来楚无双是中了狮驼教邪术，似乎狮驼教都喜好玩这些妖女挟持无双妹妹还令我破相，楚无月替我出气。 一刀解决妖女，卡 u 伊！看着无双妹妹人畜无害的脸，楚无月青筋暴起，拿起短剑，奋力冲向妖女。什么是妖女？此时演绎的淋漓尽致，说来就来。妖女化作一团紫气，凭空消失，留下一脸无辜的楚无双。轰隆隆！乌杰带着狮驼教小弟杀到我们面前，手指轻轻一撩，小弟像发疯一样向我们扑过去。楚无月拿着断剑，打算挡住我的面前，作为一名合格的渣男。 怎么能让御姐参与群殴呢？我拍了拍楚无月的肩膀，这一切交给我吧。说完，我抢过楚无月的断剑，刷刷，罡气将断剑碎片拼接成完整的宝剑。一个呼吸过去，四名小弟吐血倒地。妖女将死去的小弟变成丧尸，嗷嗷<猫>！妖气令丑陋的脸更加丑陋。两个呼吸过去，我百米冲刺，继续秒杀升级后的丧尸。刷，直捣黄龙，继续刺向妖女。呵呵呵。 这点小伎俩还想杀死我？居然是魂修，小小妖女居然令我破相。原来妖女的肉身寄生在无双身上。呵呵呵，你们舍得杀死这小美女吗？一个响指，妖女命令楚无双冲向楚无月。我正准备顺身过去帮忙，想不到巫杰使用锁链困住我，接着一个青蛙跳扑向我。轰轰轰！我拿起大宝剑与巫杰开始对峙。此时楚家姐妹你追我躲，胜负难分。妖女不耐烦的。 开始给楚无双施法加成，咣咣咣！冲击的余波令楚无月受伤，搀扶在地。三个呼吸过去，妖女带着楚无双杀到楚无月面前。哈哈，你中计了！楚无月单手压的启动阵法，轰轰轰！阵法所及的地面四分五裂，妖女开始从楚无双身体中脱离开来。楚无月趁着空荡的机会，一刀刺穿妖女的心脏。听到爆炸声，我稍微走神，差一点让巫杰趁虚而入。 小子，没空关心其他人。四个呼吸后，我要你灰飞烟灭！我的寿命不够，继续装备，于是开始预付功能，贷款寿命拼命往死里干。此时我正和乌姐打得不可开交，短时间难分胜负。我打开系统面板查看，果然，我的寿命在不断减少。好不容易攒下的寿命，现在说没就没。此时九九提醒我，可以开启系统预付功能。系统合着还搞起贷款来着？穿越前本就身无分银，穿越后还继续贷款。 这踏马也太坑爹了！在我考虑的瞬间，乌杰扛着大刀向我冲刺，我费了九毛二虎之力才将其拦下。哎，现在也轮不到犹豫，我使用魔鬼的步伐向后滑去，打开系统面板，确定开启预付功能。猛然间，能量从我五十米大刀里喷涌出，但我偏偏留着大刀供着，非要拿出拳头的装备。男 <laughs> 人间的决斗讲究的是公平，乌杰手里明明拿着大刀，非要使用拳头和我对决，如无意外就要出意外。 乌杰在接触我的拳头那一刻，就瞬间弹飞出去。乌教主，哼哼，你不行啊！再来受我一拳。乌杰再也受不了，口吐鲜血。我狠狠踩着乌杰在地上摩擦，这变态这一刻似乎很享受，嘴角还扬起一抹弧线。享受过后，猛然蓄力将我弹开，马上使用吸星大法将其中一名吃瓜群众吸了过来。一个呼吸过后，那名吃瓜群众已成干尸。两个呼吸过去，乌杰充完电，猛然向我冲来。 回到楚家姐妹这边，情况还算乐观。楚无月一手将宝剑插着石缝中，另一手拉起姐姐楚无双，以防她跌入深渊。楚无月自从死梦从她身体中分离出来，意识已经慢慢恢复清醒。说着说着，帮楚无双从悬崖中拉了上来。悬崖上，楚家姐妹看着死梦身体持续幻化，确认了死梦还没死透。顿时，只看死梦幻化的身体向天空飞出。楚无双赶紧拿出灵训符向我发出信息，明显我并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。 这头死梦已经从我身边出现了。乌杰化身生化危机 BOSS，我将他马赛克。保守起见，还进行鞭尸。一，这是什么？只见死梦从蝴蝶形态变回人形，慢慢的向乌杰靠近。作为一名单身万年的教主，没有一点 PUA 手段怎么能稳住地位？死梦乖乖的把脸凑到乌杰身前，乌杰小脸一摸，元气一吸，死梦马上就灰飞烟灭。刹那间，乌杰变身终极形态，比生化危机还危机的状况。 实属令人害怕。本来好好的装备，现在好了，杯都让乌杰抢走了。我只好求求系统，能不能帮帮忙？九九建议我把对方的修为打出来。天哪，这什么狗屁建议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好吗？喂喂，你别走啊，把话说清楚。喂，九九消失了，剩下我一人独自努逼。霎时，乌杰百米冲刺冲来，叶凡，拿命来！我抡起拳头砸出。 没办法，实在听不懂九九说的“把对方的修为打出来”是什么的意思，只好继续车轮战。变身后的乌杰已经跟上我加强版的拳头，转眼间我狼狈的被砸飞出去，咣当倒地，四脚朝天，男神的形象瞬间崩塌。好家伙，逼我还得继续贷款寿命，看样子今天要将家底掏光了。一个瞬移，乌杰甚至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我已经抓住他的翅膀，猛然蓄力一砸。小兄弟，让本大爷好好教你做人。 说说说，刷刷刷乌杰蓄力往天空冲去，口里吐出紫色的动感光波。我除了拳头也没其他招式，只好硬着头皮砸去。一个瞬移来到乌杰身前，掐着乌杰的脖子。喂喂喂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话还没说完，我一手将乌杰的头给马赛克了。面对打不死的狮驼教，我学会了补刀。二话不说，祭出百劫洞明化身，聚气爆破灭。嗯。 我一个华丽转身，向着楚家姐妹走去。还有一名残党躲在石头中苟且偷生。哟<呦>，这些小杂鱼怎么能逃过我的火眼金睛？我一个吸星大法，将小杂鱼抽出。